179啊。
15。19。
规定的，将处以50至200元行政罚款。对不听劝阻、扰乱社会秩序、阻碍有关部门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，将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请您自觉遵守本条例规定。祝您旅途愉快。Thank you.
几次了。
六十。
123。
社会秩序。